成变色，你可以对他用就瞬间变成善良。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树。今天我要来参加那个由何立安老师主办的怪兽激励体能训练的 C 级教练认证课第一天，然后来到汀州路这边公馆这边的怪兽训练中心。好，今天是第一天，总共有六天。好，杏黄色线下流到 B 1，下流到 B 1。好，谢谢。哦，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下楼到 B 1，请问一下 B 1是这边下去吗？哦，谢谢。蛮兴奋的，因为最近一直在听那个 SBD 怪兽讲堂何教授分享很多超级专业而且又很有用的知识，会从科学面做整个系统化的教学方向，所以很开心这次有抢到。哦，这边很暗耶，不过可以听声音，可以抢到那个40个名额，在报名开始的90秒就结束了。肺炎期间就是要戴口罩上课，然后又回到学生抄笔记的时代了。听说考试不简单，所以很认真在抄。上课的过程中，学科跟术科呢会交互轮替，那在很多基本动作的发力跟姿势上面，会有助教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注重一些细节的部分跟调整。耸肩，耸都不能再耸，都高了，手肘向上。所以像我刚刚抓的时候，啊，你那个姿势哦，不是伸手在用力，手在用力，啊，就是第一次做很不习惯，待会再试看看。老师刚刚有说，拿太轻的话会可能用到错的方式发力，用手举；但拿够重的话，因为手举不动，就会自然的用三关节的力量来做矫正。做臀的方式。所以现在从公从15，现在换成25公斤。不是膝盖往前推，膝盖往前推是坐姿的路径，而深蹲是坐姿的路径，所以屁股要往后坐才行。你要想的时候，重量如果很重压下来，你要记住一分钟完毕之后呢，我们休息。刚刚做25非常吃力，因为动作不连贯，然后就会用到手。那刚刚场边的教练有指导一下，就是下半身的启动力要让它完整输出了以后，到这边再放上。把它抓好。那个刚开始练的时候抓不好，脖子都被磨到，对，可怜，可怜了，我不晓得有没有。下课休息时间来舒缓一下。复杂的哈，喂，你需要一点时间，你就搞定。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要怎么做。OK， 好。所以今天第一天的怪兽激励与体能训练教练的课程 C 级认证的课程已经结束了，那总共有六天，最后一天是考试。那今天是第一天，今天主要是在很多学科跟术科交错夹杂的方式下进行教学。那我觉得何老师他把很多的分项呢做很细的区分，然后也会针对每一个专项它的重点要 focus 在哪里。比如说有的像早安运动或者是 RDL 举例，是针对在训练呼吸法，那这就是这两个动作的重点。然后呢在像深蹲，包括低杯跟高杯，
你会利用比较多的西区伸或者是关区伸，然后都会影响到你征召的肌肉肌群参与的程度。那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以前我自己在训练的时候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的东西，所以现在他把它分得非常的细。可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细的优点就是你真正的去了解认识你做这个动作的训练目的，而不是为了做而做，然后也不是模棱两可的在比如说传统硬举、相扑硬举跟 RDL中间这样模棱两可的，不是非常清楚。我觉得他把它解释的非常细，那也因为解释的非常细，所以其实一时之间的资讯量其实还蛮大的。然后对我来讲，有些动作，包括前蹲举，对这个动作跟像是早安运动，我就几乎没有做过，不是几乎，我完全没有做过，今天是第一次做，包括相扑硬举也是。那在这些比较不熟悉的动作上，就要在这个平日休息的时候自己到健身房里面赶快去做加紧训练，然后把熟练度，我觉得今天还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熟练度，会做当下的标准不代表你能熟练，那熟能生巧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OK， 好，又到了自来水旁边的怪兽肌力训练中心。我们这班有40个学生，每一梯次，然后这一梯次的40位呢，一如往常就是被秒杀，那杀数是报到第92秒的样子。好像大概20几位，所以很抢手。然后40位里面，昨天看了一下，大概有应该8位还9位的女生同学。那当然每个同学看起来都水准都有一个程度以上，然后里面应该也已经有很多的健身教练在进修的，或是来学学看不同的系统，那可以从何立安、何博士、何老师身上学到什么新的东西。那待会我再补充今天的课程吧。西仔站的早安运动，先用空杠而已。腰椎要保持稳定，这动作是腰椎。另外一只手会伸出去做什么？现在做向上宽站。变动式强度的深蹲，快结束了，累了。深蹲嘛，那大尽量抱在自己肚子上，贴近自己。那因为呢，那个杠铃在身体前面，而杠铃会起脚掌心的结果会造成什么？那个前蹲举跟前抱是为什么一个比较轻，一个比较重？哦，大师兄就是标准。好，这边第一次要吃力，因为我刚刚感觉你是有点往前，太往前了，不够往前。我觉得你应该再往身体压一点。好，我感觉。杠跟手一起，杠跟手一起，直接把杠跟手一起，就是反应要越贴近身体的轴心，对不对？好，录一下先。等一下再试一次。用铁链来做硬举，可是首先我们要先把铁链固定在杠铃上面，再把它牵起来，是手工时间。怎样？杠铃完全是杠铃对齐脚掌心，杠扭转，利用弹力带。做乳酸系统。训练乳酸系统，输不了。表情好，狰狞啊！好狰狞。3、2、1，停！1号请就位。好，第二台可能。好喘啊！第一节够，预备 ，Go！哦，哎，我们要做几回合啊？靠腰3回合。
慢了。光启要结束。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乳酸训练能量系统。预备。大家都虚脱的样子。Go。二八，快到了哎。二九，三十。要一分钟吗 ？Go。哦，这个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姿势哦，所以呢，记得放后面。这个地方很神奇，都是一些特殊器材跟看起来很厉害的人。走，走，哇，请发表你的感想。就很干啊，好难哦，没有进步就是淘汰掉。今天是六天的最后一天了，也就是第三个周末的星期天。今天就是要考试，早上是考数科，待会会分组。好，刚考完数科，大概整个时间是20分钟左右，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完全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虽然做的重量不重，但是看看含量低，每个人都很喘，尤其我戴着口罩，其实是那个蛮操的。顺便训练能量系统，然后考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时间紧张了，因为就是赶快做，因为一个接着一个。军迷哥今天穿战斗装，我不是军迷哥哎、欸，不是军迷哥，你认识 Sex 哥今天穿战斗装，军迷哥还没考、欸、在这里，帮我重录，帮我重录，不用重录，我们都是帮我剪，帮我剪接的，对，对，这个很纸滑的。考试的感觉怎么样？可能也要跟军迷哥一样，不是跟军迷哥。好了，我们不影响别人考试，先这样。然后看考完以后，下午午饭过后会考学科。应该会耗掉大概1/3整天的时间，那会把这一期六应该算5天的课程做一个统结统整，然后看看我们学的跟技术的熟练度到哪里。其实心情是蛮紧张的，但是也蛮期待的。紧张当然是有一些东西爆发力的动作的熟练度还不够，然后学科虽然是 open book， 但是不确定到底会考什么东西，听说也蛮难的，尤其是很多的申论题跟简答题。但是很开心能让自己有这个机会来尝试接触这个科学化论证的一个技术过程的学习，然后从这个阶段开始，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的 motivation 去做更进一步的进步，所以很期待，很兴奋，那就先这样。这是一个成功的硬举，真的起不来，我有没有练到？真的起不来，酷，感受一下起不来的感觉。学厉害，然后还配好 ，Bruce， 来，用力，用力。感想，蛮简单的，蛮简单的，用力就对了，对啊。第二次玩就要搞那么硬，感觉好特别哦，但也很吃力。我觉得神经系统跟身体系统都还没有习惯，像这种东西，可能要做了几次。C 级教练的课程呢，是怪兽训练最基础的体能教练课程，内容主要为杠铃训练动作、能量系统训练。基本课程设计以及教学方法，它并不适合从来没有接触过自由重量训练的初学者哦。C 级的目标在于培训并检定一位体能教练的基础能力，重点是在培训出有自学以及教学能力的激励及体能教练。